还去刷金黄色粪金龟。大概是这个位置吧。哇，这里也有粪金龟哦，改天再来打吧。哇，好大一只推粪金龟哦！什么毛都没有。打到那个粪球。嗯，那个粪金龟的位置在哪里？对啊，差不多是我这个位置啊。在上面哦。不可能跳上去啊！洞口在上面，我有看到了。但问题是怎么上去？但这个炸了会痛。底下都花而已。前面就遗迹了，有没有可以爬上去的路？又回到贤者镇。什么贤者镇？破破烂烂的。这没有开过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再绕一圈回去。
Welcome, Balu. Please buy something. I'm hungry. Oh,你卖烂货了，这我怎么跟你买？ 豺狼呢？把推掉吧。 这只会直接吃人的。 聪明。 结果全挂掉，哇！全被那个挂掉，好厉害！ 我怎么从这边过来啊？ 看一下我的卢恩在上面。 愤青龟。 等下不会又要再打那几只了吧？
诶，怎么会从这边？怎么会从这边来？打豺狼就算了，推粪车这么难打，我还要再重打一次吧。但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会这么难走？欸，他的手臂怎么都不掉，那手臂很帅。这边怎么走啊？而且我刚刚是怎么滚下去的？怪怪怪！我也知道前面有粪青龟，就是为了粪青龟才过来的。哦，底下有腐败，恶心死了。惨了，我会死在这里。
哇，这边要怎么过？战机碎布，我不知道战机碎布在哪里。还是我已经有了。是箭步还是碎步？在这吗？西站者的破屋，我屋子是在哪里？还是这个地方我有过，我还没点到。
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哦。白白送了将近三万的，真没送。哎，拿一点回来也好。这里我真没有来过，难怪我不知道这边有站。Not seen you. Name's Bernard. Let me ask, are you here in the land? Does your faith in the despite the? Yes, your takes me back. Any interest? All I know. Now's the time to. There's a myriad of memento fine. That's how I fell in. It grants me.Not floating your boat. Well, then. 我先逛一下这附近。我有兴趣，但是先逛个一下。卖我腐败物的 NPC 在哪里？熏烧火枪，我好像不是在这里。我们解腐败的东西要看一下。Ah, how nice, please. 腐败台药也太贵了。
但其实不用用碎步也可以啊，就这么近而已。其实我刚刚一开始走错了。哦，应该是要。妈了个逼！再怎么过，但这恶心的人为什么可以站在腐败的区域都不会都没有事？朵花真的是洗白到倒也春。他妈的，不是毒就是
不是毒就是那个腐败。所以不管是对战士还是对法师都非常的不友善。都没有介绍那个是什么东西，毒蛇牙。难道是武器吗？真的是武器，毒刺类的武器。欧斯，这怎么赢啊？靠你了。干就靠你了。哇靠，骨灰影呢、欸、没办法啊。完全没有那个什么。完全没有魔力了。我第一次觉得我真的超 baby。我还不就还好，有骨灰。啊！买点东西吧。好贵哦。敢这样子赢得真不光彩。分金龟在哪里？水哦，我要把我刚刚失去的卢恩赚回来。
应该去拿个陆地啊。艾利德的这是玛丽卡第三教堂。去找另外一个教堂，我需要陆地。往这个方向吗？还是这个方向？这个方向。所以我需要上去。挡什么路？需要上去？怎么上去啊？过摩恩以后，那女的还没死。她还没死，是不是代表我就不用先急着解肉？200温 1K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雅人，臭猴子，要蹲在地里干嘛？在下面吃屎？快到了。到处都是这种大货，腐败洞穴里的事，想害死谁啊？有军队，
这小伙怎么死的？好像是被人家入侵死，杀死。不关我的事。这些像灵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教堂旁边就是蒙阿波，蒙阿波里面还有骷髅士兵。干！好，现在拿了陆地加二。这个位置呢？还是这个位置？这个位置，这里，小世界树。在下面，哇！哦，好险，凹得回来。我们要扎到，干！我都射不到，不要帮，
看我的思想其实就这么死了，不过也没差了，王打完了，他也会自动消失。哇，好大一个湖哦！那什么？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像那种像刚刚那种怪啊，近距离被打几乎超级痛的，那近战到底怎么打？好好奇哦，去看人家怎么打黄金树的化身近战。有人拿木棒去敲了，第一下跳起，然后滚，敲，敲，滚，敲。跳起，滚，敲。只要有打到致命一击就还好，感觉。那种无伤木棒的打法不适合我。在敲好敲满之前，我已经先死了。我配个陆地好了，我看那两个陆地是什么。这个好一点，怎么又是这个臭老鼠？
但我的中毒台药只有一个而已。就这么一滴也打不死。为什么打不痛？怎么这么厉害？看来是他妈的稳扎稳打。哇，这只好痛哦！这到底是什么法术？命中率低成这个样子，我要把它换掉。
痛废我的魔力。又没魔了。看一下，找不到零一的墓地，连男四号了。那把魔法换一下，什么灰石流星真的是，结晶连弹会不会好一点？四招。好像机关枪一样，还害我差点死掉。靠，这个还比较好用。什么鬼东西啊，初始法术居然比那个用来的还好，不知道
这个设计是塔卡奇康的。下面不是有一只老鼠吗？在那边，怎么打到它？它好会躲角度，从这里吧，这里比较好打它。嗯，它又走过来了。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。就是被那只偷袭的，哟，原来这边还有一只。会不会再掉那个史莱姆下来？不会这么鸡歪了吧？啊，雕像。又是猫，哦靠，我幸好思乡帮我挡住他，不然这两只怎么打？
师兄真的是尽力了。Greetings, are you here for spirit? Lay out your arms.欸，他兼用卡真的越来越过分，两只龟宿看门犬，然后后来又现在又多了看门犬宿跟那个杖跟剑。Always a pl- 奇怪，那个解药是上哪里买的？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卢恩了，想要买一下那个药与被不死之血。这个冻毒台药好像没什么用，反而是腐败台药比较常用。腐败台药又很贵，一颗要2000多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可以自己做嘛。哦，原来照明石是这样子做，我觉得照明石还蛮有用的。You again? I don't want any trouble.话说回来，我上次丢了照明石，他现在还在洞穴里面吗？想下去看看。没有了，一次性就没有了，那照明石就没有做的必要。他如果是永久出现那个属性的话。永久照亮物的话，还可以考虑做。其他算了，虽然以基石跟那什么耶路草，还蛮好取得的，但是不必要。看一下盖尔看不到，回去买一买。走，跟一步。哦，我的奥雷格加4。
我的主灵为什么就只有加一了？连亚人都有五。但主灵比较好用。Ah, how nice, please. 我从回来看看，看他那个台药会不会重置。Ah, how nice, please.他不会重置了、欸，那腐败台药我要去哪里拿那个制作的？接下来要去哪里？我在想，要不要干脆推主线进度过去，把杰兹给打死算了。我再看看哪里还有目的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看那个思乡下一次升级是要用到什么？顺便把不要的东西卖一卖。Well, I took you for no matter, it's out your arm. 这个应该有用，为什么刚不吃嘞？我还蛮屌的，有点想拿。没有加多少。Greeting, are you here for spirit? I feel like I'm really. I can see how I can understand. Master Hughes once again. 零一墓地铃铛，我去查查看这鬼东西在哪里打到。再把思乡强化，我思乡真的是太强。啊。他可以弹一只我。
林依林难道西弗拉？西弗拉河，可是我西弗拉河没影响那个东西哦。我西弗拉河没印象有那个鬼东西啊！再找找看吧。看到人家写是在这个位置，这边好像是打祖灵之王，早上不知道。那这边不行，这边真的还不能过去。我想把思乡练高，思乡现在是我最依靠的好伙伴。刚没有，就只有那个地方有了，没办法了。